Jimmy 的复活节彩蛋已经完成了，你都完成了没？如果完成了的话，请你收拾四周围的环境，这样子以后 Jimmy 才要教你更好玩的东西哦。好，现在呢，轮到我们妞妞助理小姐的任务了。我们来看助理妞妞喜不喜欢吃 Jimmy 做的复活节彩蛋，来选一颗。好，我们选这颗。哇，好像很好吃呢，看助理小姐好想好想吃哦。好，剥好了。嗯，yum yum。助理小姐好像很喜欢吃 Jimmy 做的 Easter Egg 哦。我们助理小姐妞妞已经完成了她的任务了，小朋友记得把你的 Easter Egg 带回家跟你的家人分享哦。